这么多好朋友站在这里支持马英九总统，支持吴敦义院长，我个人感到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一定要打个工，对不对？可是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选情非常非常的紧绷，如果我们不积极的替马英九总统、替吴敦义院长拉票，选情可能会翻转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小幅的领先，可是台湾的发展、台北的发展，我们要马英九，我们要吴敦义，大家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拜托各位务必要支持马总统，务必要支持吴院长，不止我们自己的选票一定要投下去，更重要要积极的帮马总统、吴院长拉票，让他不仅能够当选，更让他高票当选，因为只有高票当选才是对他们政绩的肯定，大家对不对？除了我们要支持马总统、吴院长以外，我要再举更重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，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见到他讲，他好，花博办得非常成功，好，我是花博的义工，我就要用花博跟听奥来跟大家举例，让所有我们在场的好朋友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支持马总统，为什么要支持吴院长。我常常开玩笑在讲，郝龙斌承蒙各位的支持让我有8年市长的任期，可是拜托大家不要让我虽然有8年，可是有4年是让别人在阻挠，上到别人在自走，真正只做4年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在政权面前，我们在办听奥的时候，我们得不到中央的奥援，一直到政权轮替的前一天，听奥中央承诺给我们25亿，总共只给了我们3000万。花博在政权轮替之前1毛也没给我们，是零。在我做市长，政权人没有轮替之前，我最强烈的感觉，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最好中央不要知道，知道的话他不仅不帮忙，而且想办法让我们做不成。听奥花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而听奥是在政权轮替以后，透过马总统当时的刘兆玄院长紧急拨了5亿，我们才能够顺利完成。花博也是政权轮替以后，透过中央的支持，我们才创造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花博，变成台湾的骄傲，台北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在这里也拜托大家支持马英九，支持吴敦义，让郝龙斌8年的好做事，来跟我们好。除了我们要支持马总统、支持吴院长以外，台北市我们在上一次选举中间，立法委员选举，我们创造了一个8仙过海的光荣记录。各位好朋友，所有的立法委员，台北市都是执政党的，对我们有一个好处，因为中央的支持、政策的捍卫、预算的支持，我们需要立法委员。如果所有的立法委员都一致的支持台北市政府，我们就有机会争取到更多的预算，甚至捍我们政策，让郝龙斌市府团队能够专心的、心无旁骛的为所有我们的市民服务。所以拜托大家支持所有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，可以隆重通通高票当选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